好，我们第十抽。OK， 一出手就没中。但是想要抽这个人段里这种那个傲娇的妹子啊，有了，轻轻松松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最后一个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没有，这是第二十抽。会不会是人段你呢？紫云派领行客人段离，冤家路窄，又见面了。要什么有什么啦，各位，哎，我都佩服我自己了。我不许你说我快，没礼貌。怎么办？真想他运气很好哦。好。然后第二十抽，人段离，要不要收手啊？好啦，抽啦，继续抽，再抽一张绝。如果不是银码就不抽了。好，不是银码就不抽了。好，第三十抽。没中。好，在第四十抽，他的图片又挡到了。第四十抽，没有画好。第五十，第五十抽。大部分都是众人断理，是不是？好，第六十抽，紧张紧张哈。第六十抽，赢吗？走吧，去死吧！走吧，去死吧！走吧，去死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倒数十九八，第八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什么很晒啊？第八十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十抽，不要闹哦，拜托，你妈！你能给我指条明路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各位，毕业了，六十抽毕业，好解决，就说嘛，就叫你们平常要扶老奶奶过马路，哦，你们都不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我平常都有做善事，你们不相信，你看，相信了吧？当初我抽剑圣的时候，我就不说了，好吗？好啦，就这样。这个话是怎样？其实人段脸很正啊，我觉得蛮漂亮，只是脸有点尖啊。什么手游死？你们不要这样子见不得人好，好吗？你们这样见不得人好，这样子不对哦。然后银马是冰的羽士嘛，银马就是可以召唤那个什么，那个狼啊，啸霜，本体是啸霜。那我是不是要先练银马看看呢、啊？不过他射程一样是
它设成不能加，我记得，然后有封麦的效果，我记得是这样。然后校窗好像是同样的属性吧，我记得是啊，就是好像100%吧，还110%，有点忘了。然后，不然我先练银马好了啦。因为冰的，可是冰的蛮多的，暗属性是比较少、啊。看一下，主要是有害虫态，然后还有带，还有必死就虚，哦是120%，所以我记得那个狼蛮强的。下一次的助语暗助友应该就是那个谁白富贵了吧？雷杀与雷属性敌人作战，伤害提高25%。哦，那这些哦，哎，之前有这些招的介绍吗？我还没印象。吞噬大招，紫云剑斩 ，OK， 施教风咒。有些活动关卡可以用这个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哇，这个还好。鸟声，鸟声是干嘛的？看一下，忘记了。法攻加四发 ，OK， 好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先练银马吧。有啊，西哥我有抽到，但我还没练满，还很久了。有货用啊，我现在在跑货用的碎片。西哥有。可是西哥，我西哥通常都用来打一些特殊关卡，都是放那个烟雾弹。我们听一下那个，我们看一下时装好了，会抖吗？哦，好抖、哦！这未开神智的生灵，倒是比大多数人和妖更舍得，也更留恋这世间。哦，好抖、哦！我的妈、啊！周而复始，生生不灭。超抖哎、欸！还轮到你了，哎，轮到你原本的比较不会抖，我觉得轮到你的模组蛮好看的啊，我觉得这个皮肤也不错啊，啊，可是轮到你比较不会抖，哎，啊，为什么？那这把剑长怎样？怎么长这样？啊，背后好好看哦。银马圣，那假的色板银马，不过这个时装蛮漂亮的，这么大然后不能抖，有点可惜耶。时来便逐浮云去，一意飘扬万种空。再看一下银马的部分，哇，好吧，先练银马好了。哇。原来是魔法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60抽，第20抽中能断灵，然后第60抽中银马，各中一只，这次成绩不错 ，OK。